所以我要先分享，还是先置顶？先帮我们分享。我要先置顶。哦，好，那你先那个。对啊，好早，十二点，好累哦。我要 PS， 我不是老板。无聊。Hello， 我们等一下来介绍新品。早上都在看我的照片。好了，没关系。好，看一下。有了。等一下，嗨，我先分享一下，我没有办法一心二用，你自己，你 handle。有了吧？有置顶了吧？有。好。我们今天介绍那个 Uris， 看到我们两个应该就知道了，就是 Uris， 对，白色裙子好看。我不是老板娘，她不是老板娘，一直强调，拜托不要再私讯问我说我的卖场在哪里。哦，他不是问你你的卖场？对啊，就说你们网址在哪？哦，他们也会问我啊。但他们就一副就是觉得我是老板娘。你上次那他们不是直接在上面问说？没有，他们是先说是员工，然后又说是老板娘，又说是老板，然后第三次才说你朋友。对，我会笑死。嗨，我也不是老板娘。什么啦？我们事业做很大，我们这样很常当老板娘。对啊，那我们一样先讲那个这次的活动就是都一样。如果有看过他们家的活动的话，就是一样，就是只要就是我们直播这一个小时内，然后你留言说你最喜欢我们身上穿过的哪一个单品，对，还是单品，对，然后我们就会抽。那一个最多人留言的单品，就只有在直播这一个小时。对，然后是在那个 Uris 的粉丝专页。对，留言才算，在小雨的 IG 留言不算。对，不算，所以不要跟我说。对，然后有加码抽，到下礼拜二会抽五名100元购物金。对对，所以就是总共有六个抽奖名额。每次都一样，你们要抽奖的话，就去那个 Uris 的粉丝专页。你头发那边超长，对啊，而且我又染黑根，超厉害哦！台湾天气很还蛮热的，但是听说你四月一号要变冷。四月一号是什么？就是后天。对，但台湾新闻吗？不可靠。我怕在这个公共场合讲，真的不知道干嘛。好，我们不要再瞎废话了，我们就进入重点。好，我们先介绍，我现在身上穿的是一件那个连身的牛仔裙，然后它就是属于那种 A 字飘飘的。这个应该，它应该可以穿到 M 号吧？这有分尺寸吗？裙子。然后小编不知道，小编没有一个尺寸。这应该可以穿到 M 吧？对，这个可以。我觉得小 L 可以吗？对，我觉得小 L 可以，因为你穿是在下面的，然后如果是正常的女生会这样子，所以其实会更松一点。对，小 L， 因为我上半身比较短一点，所以其实它这里其实对我是稍微有一点点长度也可以跳。对，它长度可以跳的，是吗？所以对，长度可以跳，所以高挑女生还可以再放长一点。然后这种穿起来就是很舒服，然后我觉得它 A 字裙很好看，而且它有大大的口。然后它的那种牛仔的蓝是比较像那种水洗的感觉，有腰身，对，这个是有腰身的，所以它感觉比例比较散状，对，它是散状的那种长裙，所以就会觉得你的腰看起来比较细，对，然后我认得林雨是因为林雨曾经去小雨家吃牛肉面，你真的太久以前了吧？对啊，我只吃过那一次，那超久以前。对，因为前天，你是住我家嘛？对不对？对，因为你生日，然后住你家，因为我们前天出去玩，然后隔天有点宿醉，大家就煮牛肉面。好，超久，对，很久，年轻的时候，现在也很年轻、啊。可
鱼的腿长，我们要现场量，是不是？你真的不知道我的腿长。等下小编，小编要生皮尺，有皮尺，小青小编帮我量。然后里面是搭一个蕾丝的这种，蕾丝长袖的上衣。然后就是春夏的话，我还蛮推荐可以穿这种，因为它穿起来不会热，然后很舒服，然后也是那种泡泡袖、宫廷袖。我现在22寸腰，我不知道哎、欸。你知道是那个小雨的腿长还是身高？我是157，41公斤左右。然后它领子的地方，这件蕾丝上它领子是做那种有一点点微微小立领。嗯，对，我觉得就还蛮可爱，就是他们家都会出蛮多这种蕾丝宫廷风。对对对，这种上衣很好搭。然后上衣有两色，上衣好。我知道在旁边一直辅助，他们一定又以为我是老板。颜色都还蛮好搭，然后它的蕾丝也是属于那种软软，哎，这个爆到就不行，因为我们白色接近它就会爆，嗯，还是因为黑的关系，黑白都会有点像，嗯，然后黑色它这个蕾丝它是属于那种软软的蕾丝，就是穿了不会觉得刺的那种。有人说我腿长约105公分，目测不太可能哦，应该不太可能哦，我才157这样。你上班的时候50，不可能，不可能。然后，哎，它这个有内里，它这个没有内里，但是它这还蛮特别的，就是它有直接做一层，对，它做了一层黑色的假内里，对，假内里在里面，所以其实不用怕说会曝光，就你不用再另外搭，它就很像穿一个平口小可爱在里面，对，它这个还蛮方便的，对，它有做一个内里在内衬在里面，嗯。换你，换我。对，那你的帽子，跟你的鞋子，我的帽子上次好像有，上次还没有上架。对，这次上架。哦，上次戴过，但是还没上架。很多人想要，但是没买。我觉得这颜色也很可爱。这个是春夏的那种，就是编织的材质的军帽，这个很可爱。上次有戴过，可是他们上次还没上架，然后这次我已经上架了。然后有像我戴的这颜色，然后还有深一点颜色，我觉得都还蛮好。就基本的颜色，看你喜欢哪个，两个都很好，对，而且草编的，对，草编的那种，嗯，然后就很挺，也不会怕它那个，因为今年真的超流行军帽，对，很多军帽，而且我觉得戴军帽脸看起来会比较小，所以真的、啊、不觉得吗？这种也是啊，就是它比较大，就是它比较大，你就觉得脸比较小，对，我觉得两个颜色都很好看，这样会镂空吧？这个衣服不会镂空啊，它里面有内衬，它里面有内衬，它不会镂空。对，所以就你不用在这一层白色内里是它本身里面的，对，是它本身有，它对啊，就是车在里面，就走车中间，对，不是我们另外拿，旁边是镂空，对，后面也是有车，对，对，它正反都有，它是这样子，正反都有，只有侧面的手，这个帽子很可爱，嗯，还有鞋子。哦，对，鞋子也是新的。嗯，这个鞋子还有别的颜色吗？一色吧。它这算什么色？那个啊，我觉得也是有点复古的那种宫廷风的感觉。对，因为它前面有做一个那种襟扣，就是很复古的那种感觉。然后它的是尖头，然后有鳄鱼皮。对，反鳄鱼皮。嗯，对。然后颜色蛮特别，是那种南瓜色的，很可爱。怎样？不能说南瓜色。可以啊，可以啊。我看你词汇有没有进步？今天词汇也很少，中午就红米汤。好，快点。好，好，我就是一样，就是平常会穿的那种、個，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你们家就是穿什么都蛮，就是比较小雨就是穿他们家就是比较 lady 一点，然后我都是穿比较。街头休闲一点，然后像我很常在他们家穿那种就是 T 恤，然后牛仔外套这一种的。那我先讲牛仔外套，再外面穿起来给你们看。这件很好看，它是那种水洗刷破，然后有一点短版的，跟前两次介绍不太一样。我刚刚有点口是有点短版的。然后
给你们近看一下它的刷色，就是复古喜旧的刷色，然后超破了，就是这边手绣的地方很破。什么？我今天讲话也很奇怪，是不是？好了，他们听得懂就好了啦，他们已经习惯了。然后他就是做那种有一点微短版，然后有一点宽又不太宽，我觉得这版型很好看，就是比较像那种90年代的风格，有没有？就是那种其实港风，对对对，港风港风，对，就是港风。以前那种香港电影，他们都会把这个扣起来这样穿。国中的台特台妹有吗？对，但我觉得现在很就是很流行。哦哦，对对 对, 对, 对，以前国中。现在就是流行复古啊，我觉得这个颜色版型都很好看，是我喜欢的。然后它是薄的牛仔料，所以就是春夏穿就不会热。嗯，好，那我脱下来给你们看里面的。里面的上衣有两个颜色，但是小编在忙，等一下再拿另外一个颜色给你们看。然后它就是普普风的 T 恤，上面就是压印的普普风的，就是一些。就是普普风，今天到底怎么？不是啦，因为这就是普普风的 T 恤啊，就是压印而已。我要讲什么？漫画，漫画，对对对，漫画，漫画普普风。然后我普普风，好，我要疯。那但是它颜色很可爱，对，但是它颜色很可爱。我身上穿的是就是薰衣草紫，比较饱和薰衣草紫。然后另外一个颜色就是基本的白色。那白色你就是平常随便搭牛仔裤就很好看。这件是不是上次小雨穿然后一直大雾的那件？对啊，这件裤子就是 上次的新款，然后卖爆了，然后拿来搭一下。就是另外一个颜色就是基本的白色，然后它背面是素的，所以就是正面就是漫画风的压抑图案这样子。然后刚刚有人说裙子很好看，它是有一点不规则，对，它是不规则。你看它下面这里是这样，不规则的，然后就是走路会很飘，因为它不规则。然后它又是有一点就是这样子下去的，很可爱，就是走路就它的裙摆，对，它不是一般的那种散状，它是有一点有点这样子鱼尾那种感觉，对对 对, 对，这样子要怎么讲？就是鱼尾，好，对，有点小小鱼尾，然后它不会痛，因为它有内里，嗯。做到这里没有到很长，所以不会很热。你就夏天穿太长的内里会有点热。然后外套跟裙子都是只有一个颜色，只有上衣是两个颜色。鞋子，鞋子是我刚刚一看到我就说，天哪，我要包色，太可爱了，这就是我的风格啊！我等一下也要试穿。对啊，这就是我的风格。但是它版型绿色也可爱，它版型偏小，我正常是穿36，然后这一双我现在黄色穿的是38号，我觉得就是 OK， 就是因为我你会拿38，我会拿38，因为我不喜欢就是后面后脚跟就是走路的时候会跑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尺码你至少大一个尺寸，但是如果你的脚是偏宽版，你 要拿两个，对，要拿大两号，因为我正常是36，然后我现在穿的是38，我觉得其实没有，因为穿这个如果太刚好，然后你走路你可能走一天脚会炸，对，你如果到后面你的后脚跟跑出去很丢，因为它是尖的，对。然后颜色我觉得超可爱，我现在穿的是黄色，然后还有荧光绿跟白色。外套只有一个尺寸吗？对，一个，对，外套一个尺寸而已。我身上都是 one size， 就是白色就是基本色。我觉得三色都好。对，对，但白色就是基本色。我要包绿色跟黄色。绿色也很可爱，是不是？今年韩国超流行荧光色。好，我这套想太久了，拜拜。换我。我现在换这一套就是比较，我觉得比较 lady 一点点，然后。因为其实皮裙的感觉会让人家觉得比较辣一点，但是因为它是做那种中长裙，所以就觉得反而会显得比较有气质一点点。然后我的裙子有分尺寸吗？裙子有 S 到 L， 裙子有分尺寸 S 到 L， 但是我觉得这件我穿很 OK， 因为它其实它是靠那个细这个带子自己绑的，对，是绑腰的，所以其实就算 S 的话我穿也是 OK， 因为它绑紧的话它这里前面腰围的地方会有一点点像那个花苞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就觉得它这个尺寸其实很 OK， 然后就是有
点及膝的感觉，然后鞋子也是值钱的，然后裙子上衣的话是一件雪纺，然后前面是做也是有一点宫廷风，然后飘飘的那种材质，给你们近看，它袖子的地方还蛮特别，是做那种皱皱的，觉得很可爱，它的袖子还蛮特别的，然后有一些小细节。是不是他要词穷？对，词穷。哎，怎么办？为什么每次中午都会这样？我觉得晚上我比较会讲话。那还是你要待到脑子比较清晰。还是我晚上来。先这样，先这样。对，反正这一整套我就觉得穿起来很好看。然后它上衣，我讲。它上衣很亮片。其实也就是很流行那种夸张的。对，就是比较夸张，就是韩国今年就是很流行这种荷叶的感觉。以前都是小小荷叶，今年是要很大。我觉得夸张一点的话，就穿起来很有气势，然后对拍照很好看。然后上衣还有黑色的，给你们看一下，黑色的。我知道你要讲什么，它上面有亮片。对，上面有亮片，黑色的看起来比较明显，小小的亮片在上面，还蛮特别的。然后它是有点微微透的，所以你里面要再搭一个小可爱。对，这是宫廷风。对，我的脑袋还不想起床。哈哈哈哈哈。这很小，人家会穿到。然后黑色可以配这个，有一点那种军绿风格的西装裤。小姐姐，韩国小姐姐。对。然后它的腰的地方还蛮特别，是做那种看起来会比较休闲一点，因为西装布料的话，让人家感觉比较正式。但是如果有这个绑带在前面的话，就觉得稍微休闲一点。这种裤子很好搭配。人家会穿，哎、欸，你的脚也太夸张了吧！我昨天去拍照，哦、对我昨天去柳川，然后结果我拍完变红豆冰，超惨哎、欸！对啊，真是卖命，真的是卖命，卖命在拍穿，很严重啊，超严重，对，很可怕，很恐怖，所以真的都要擦那个什么防蚊液之类的。我每次，而且你被冰的时候，你都完全没感觉。我那时候在拍照，完全不觉得有什么黑纹在顶我，而且都是脚。黑纹是不是会留疤？应该不会，因为我加好几次。我说对，好可怕，好丑。对，微微透，所以一定要搭小可爱在里面。如果你不怕、黑色的话，我觉得不用。黑色其实可以穿到黑色的内衣，我觉得应该会蛮好看的。黑色就稍微成熟一点。白色可以搭牛仔。然后我身上的白色也可以搭他们热销的这个牛仔裤，这个牛仔裤上次就介绍过，这件很好看。嗯，对，它的那个刷色跟它的版型，因为它是高腰的。嗯，对，这件真的很好看，白色搭牛仔的话，我就觉得还蛮适合的。有人问说你在卖衣服？我在介绍。我有把那个卖家的那个资讯放到置顶，对，你们可以搜寻一下。然后如果要抽奖的话，可以到他们的粉丝专页抽。被你们叠字化了，我们有叠字吗？有吗？有吗？吗？小黑文文，有吗？不自觉。没有啦，我们有叠字吗？对，这个裤子真的很好看，它是那种很高腰的。对啊。就是穿起来比例会很好，然后下面是不收边。上次已经穿过吗？等一下会再穿一次。等一下会再搭一次，这是他们热卖款，对，最近的很推。好，突然间，今天有点速度有点太慢，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才要抢第三套。那我先讲外套是一个颜色，一个颜色。对，如果春夏你就是还是需要就是一件。好看的外套，因为有时候会突然变的，因为台湾天气真的太奇怪了，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可能下礼拜又要变冷，要变冷，春装就是短袖，就是需要一件外套。我废话好多，然后这件外套是那个微微有一点厚度的滑面料，不是非常薄，但也没有很厚。然后我觉得 Uris 本专的这一台的那个。手机颜色有一点曝掉了，所以它其实是衣服实际的颜色是深一点点，有一点这叫什么绿啊？
有一点灼灼的芥末绿，苹果绿，偏卡其一点。真的吗？我怎么觉得它有点绿？我也瞎。他可以看那个官网的图，会比较好。反正小编就是我通常在介绍的时候就会有贴那个网址上去。你们如果要看就是比较偏实际的颜色的话，你们就点光的光。然后这些蛮特别的是，它是就是故意做两色拼接的感觉，就是很有 Yuri's 家的就是风格，就是他们就是家，我到底讲什么？他们家就是会比较喜欢那种不规则的感觉。然后你看它前面这个名字也是故意做这样两色两层的，就是假两件事的那种感觉，而且是两边不一样，然后这一边是做这样撞色，然后这边有口袋。两边都有口袋啦，然后但是这个抽绳的话也是故意错一边，它就是两边拼接不同的感觉，这样子，很特别。对啊，就很有他们家的风格。你觉得是太少直播我们不会讲话，还是我们两个搭在一起就怪了？就偏呢、欸，就是说想你讲啊，你讲啊这样子。好，等一下我来讲。然后这件那个。风衣外套是做烙肩的，所以其实没有什么身形限制，就是 S 到 L 都可以穿，它就是没有什么身形限制，然后也是比较做直筒的感觉，然后宽松的感觉，不是那种很有腰身的，所以就没有身形限制这样子。鞋子也是上次的吧？对，鞋子是之前的。然后那我教你们，来来来 ，T 恤的话，我就是讲他们家的 T 恤。我都会词穷，还有黑色 ，Peter 很难介绍，就忘记了。反正就是英文叫什么？这个绷住不是英文，哦、是法文，两色，法文。就我觉得这种有文字的，就是搭在外套里面就很好看。对啊，就是对文字 T， 就是文字 T， 然后随便搭牛仔裤，就出门就很简单。然后它是有一点点厚度的那个。布料不是那种很薄的那一种，所以我穿白色其实不会痛。我知道很多人会在意会不会痛，所以我现在就会讲白色不会痛。对，然后它上面是做压印的这样子，然后背面没有图案，就是简单的文字 T， 对，这样子，然后搭配白色这样。对，帽子是有吗？帽子没有。好 ，OK， 拜。哎、欸，不是啊，我下面还没讲。那你在干嘛？很缓慢呢、欸。老板娘，等一下会不会把我们叫下去？然后这个看起来像裙子，但它是褲子它是裤子、哦，对，它是很宽，有点像裤裙，对，它是很宽的裤子。然后你这样走在一起，就会觉得它很像裙子。然后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没有什么腰围限制，因为它后面是那个松紧的，松紧绑腰的。然后这个你就可以自己跳。对，前面有这个。然后你可以自己调，然后我们是故意把它挡起来，它其实就是一般的那种布的那种，布的袋子，它就是一般布的袋子，只是它是布在上面，对对对，它就是好了，你拿着一下，它就是这种一般的这样子，这种袋子，就是你可以这样子缩的，对，所以就不会怕说你如果腰太细，然后只是我们刚刚就是故意把它用挡起来，就是有一点造型。这样子，你用绑的就可以了。对啊，就是随便衣服，就是看人穿，随便穿，怎样穿都好看。好，这样子，然后有口袋，对，滑面的布料，然后是也是有一点厚度，而不是非常薄的那一种，所以质感还不错，滑面的这样子。然后一样是做高腰的，我自己就是挑下半身都喜欢穿，而且它后面看起来就是一件裙子。对啊，对，因为它真的超宽，对，它后面有一片在后面，所以就看从后面看就是长裙，其实它是裤裙，对，就是不规则的风格，就是 Yuri's 家对很常有的这样子。好，拜拜。那我介绍我现在身上这一套，它是属于比较那种小仙女风格的，对，就他们家都会让我穿这个风格，对，比较仙女一点感。然后上衣的话，我觉得还蛮特别，它是它的颜色，它是属于有点那种墨蓝底的那种紫蓝紫色吧，它是蓝紫色，对，就颜色我觉得还蛮好看的。然后一样也是，就是他们家的风格，就喜欢在袖子啊、领口的地方就做一些荷叶边的感觉，就是
比较特别，然后其实像这样做荷叶边一点点那种感觉，会觉得反而看起来比较瘦，就有一个重点。对，这件我觉得很好看，对，初恋的色系，然后它的花也还蛮特别的，这个不知道什么花，是牵牛花吗？这好像是牵牛花。不要再问我们什么花了。对，反正我是好看的牵牛花。对，反正我觉得它的色系是好看的，就是它搭配起来颜色我觉得很好看，比较特别一点点，就是因为其实韩国今年很流行碎花之类，但这个它就是属于那种大大的花，就比较大气，不是那种碎花的感觉。然后搭配一个粉色的蕾丝鱼尾裙，然后这个鱼尾裙还有其他色吗？只有一个色，只有一个颜色，就只有这个粉色。然后它还是粉，对，这个粉很可爱，它是有一点点那种，淡淡的那种粉色，对，很浅很浅的粉色，就有点杏粉的那种感觉，对，比较温柔。然后它里面一样有内衬在里头。牡丹花，对，牡丹花贵气。好，大家每次都要研究穿什么花。就我觉得这个衣服的颜色搭配起来是很好看的，颜色主要是颜色特别，然后就配上这个鱼尾裙很好看。然后鞋子的话也是他们这一次的新款，就是跟李宇刚刚穿那个黄色比较不一样，它这个是完全平底的，然后是很软的，比较懒人拖鞋，对，比较懒人拖鞋。像我自己春夏就是很喜欢穿这种懒人拖，就是很方便，然后很舒服。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它还有这个颜色，还有这种两颜色都基本色，就是也两个颜色都还蛮好搭配。然后它是很软的材质，给你们近看，它是那种超软的，很舒服。所以其实就是稍微看起来会比较休闲一点点，对，就是平底的，就休闲一点。然后你要搭裤装什么，我觉得都很好搭。重点是因为它真的很舒服，就是你踩着就可以出门，而且因为它前面这样，就会觉得不会太随便的感觉。对。然后上衣的话，也可以搭这个西装裤，就这种杏色的西装裤，就比较利落的感觉。这样也很好看。对，这样也很好看。对，都可以。对，都能搭。好看。好。介绍完啊，帽子，帽子已经上架了吗？上了。帽子没有卖哦，帽子没有卖，那你还给我戴？搭配，没有拿他们家之前就对啊。好，换我，我喜欢这个点点上衣，很可爱。然后这个有两色，然后我觉得它蛮特别的是，它是做这种方领的，就是我觉得比较少是这种上衣的设计，然后做蓬蓬袖，然后它的袖子真的蛮蓬，它的材质是有空气感的感觉。它就是有一点蓬在那边，就是有一些是你要故意去拉它，它稍微蓬蓬，但这个就是本身就是很有空气感，有没有？有。然后它有两个颜色，另外一个颜色也很好看，等一下拿给你看。然后里面这件背心是它附的哦，它里面就是两件式的，然后背心是真的可以拆开穿的，就是如果你们今天想要就是里面换别的也可以。然后它的这个点点是只有绒布的。给你们近看一下，绒布的，就是它是这种网状的，然后上面是绒布的，绒布的点点，我觉得很可爱。然后另外一个颜色也很好看，但是小编在忙，等一下再拿给你。然后这个裤子就是刚小雨刚刚有比的那一件西装裤，然后它是有一点九分的这样子，然后它就是做绑腰的这样子，但是腰带。腰带可以拆，就是如果你不想要，你今天想要正式一点，然后你不想要这么休闲，因为有这个比较休闲，你就可以把这个拆掉，然后你自己系那种，韩国就是比较细的那种皮带，就会比较正装、比较正式一点的感觉。因为这条绑带是可以拆的，有一些裤子的绑带不可以拆，对，有一些不可以拆，但是这一条是可以拆的，所以拆掉的话就会比较正式一点的感觉。然后，金色，对。然后另外一个颜色，它是杏，它有一点点可可的，可对啊，我觉得这颜色很可爱，这样子，这个很可爱，对，而且它里面附的颜色就会跟它是对在一起的，就很可爱，而且它稍微有一点点弹性，对，因为网状，而且很舒服，它可以当这样子，这样是比较温柔的设计，这是他刚拿的那个裤子，对，这是刚刚小雨拿的，然后等一下会穿给你看。就有两色，然后后面是有一个小挖洞的那个设计，贝壳扣，
这样子，还有小扣子在。对，这件很好看。哎，这个颜色我喜欢。对啊，这就很适合。我现在这样也可以搭。对，小姐姐风。而且它是里面这件背心是真的可以拆的。你如果今天对你如果今天是辣妹，你就会把就一样里面穿那个黑色的。到底想要多辣？就是要当辣妹啊，个性样子。嗯，这样很好看。搭皮裙这样子，然后下面就可以搭那种靴子。有人说有一点模糊，看不出来颜色，会吗？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偏白，偏白。对，小编处理一下。这灯可以调小一点吗？最小的。最小的。那个呢？会是模糊，还是你们觉得太白？太白。因为这也就正常。对，我的这个还蛮正常，颜色，嗯。好哟，那我先去换下一件。然后我现在身上这一套，今天讲好怪哦，为什么会这样？没关系啊，他们听得懂。就是我今天身上这一套，就是这个，我觉得颜色就是我很喜欢的，就是一整身是那种奶茶色系，很适合去度假。对，适合度假，而且如果平常穿，其实也很舒服的一套。然后它这个上衣是做那种比较。这叫做什么？比较文青风格的那种图案吗？这叫文对文青风格的那种图案。他们就会下面搭那个小白鞋，或者是那个绅士鞋。对对对对。然后它这件很特别，就是它前面它四个就是做绑的设计，绑带设计，它就是要让你绑的，它前面是这样子。然后基本上就是简单。所以它不是一般的衬衫。它不是一般的衬衫，它本来就是要。让你绑一个结在前面的，对，然后后面就是这样，所以它没有办法全绑下，会存在哪里？就是会两块在那边，对，所以这个是要绑起来会比较好看。存在一起的话，应该放下来的话，应该就是要整个扎进去。对，就要整个扎。然后它的领口就是做那种没有领子的那种设计 ，V 领的，对，很好看。然后整件就是垂坠的那种风格。对，这件我自己是还蛮喜欢，就是奶茶色系，颜色很漂亮。它的上衣是那种属于焦糖色系，然后配上这个宽裤是有一点那种压纹，直条压纹的。裤子只有一个色吗？没有，两个色。裤子有两个色，还有黑色。然后我现在穿的是这种杏色的，就很好看，很舒服。然后有一点点九分，然后搭配我刚刚穿的那个蓝纹鞋，只是我现在穿另外的颜色是。比较驼色一点点的，我觉得很好看。然后帽子也是一开始有你戴的吗？林雨戴的，他一开始是戴，我是戴另外一个颜色。对，然后我现在是戴稍微深一点，它还有浅色的，浅色是这个，然后就有点那种爆头帽，然后也是从秋冬就开始流行。对，只是它现在的材质就是出就是比较夏天春夏的，对，春夏的那种材质，有点麻。裤子会痛吗？不会、啊，裤子不会痛。裤子不会透，不会吧？这样看不会。对，裤子不会透，嗯，然后很舒服。它没有非常薄，所以它是有一点点厚度的，所以不会透，所以不会透，嗯，对，很好看。然后如果你们要看尺寸的话，就是我们那个小编都会就是介绍的时候就会直接贴链接，你们可以直接点链接进去看那个尺寸表比较清楚。对，然后哦，我的裤子是松紧的，就它整件是松紧，所以弹性很大。就不挑身形，这应该没有分尺寸吧？因为没有，对，它就是松，对，很舒服 ，S 到 L 都可以穿，都可以穿，嗯，还有黑色的，嗯，我觉得两个颜色都好搭配，嗯，对。然后上衣可以搭，然后小编说上衣可以搭这个，他们的热对热销，对，这样搭起来也很好看，嗯，比较不同感觉。我觉得都好看。这种的话，就是你下面如果搭就是凉鞋，就很适合去度假；然后搭绅士鞋，就是平常就很适合去咖啡厅拍穿搭。因为其实这种裤子就是你去度假的时候就会喜欢穿这种，就很舒服。对，因为你外面太阳很大会热嘛，这个就不会粘在你的皮肤上，也很适合对那个搭飞机穿。对对对，很舒服的那种材质。有寄海外有吧？有有寄有。好，
还可以搭这个刚刚的那个蕾丝的鱼尾裙，我就很喜欢对比连，就像我很喜欢穿那种就是颜色有对比，对，你看它这个是粉色，然后对这个有点粉，我自己穿衣服就会觉得这样比较有一整套的感觉，对对对对，你就可以看你的衣服上面有什么颜色去决定你的下半身，嗯，对，这样就会不会觉得说哦，你一整身就穿很多的颜色。虽然说我也会穿很多颜色，对，但是因为这样它就有整体性，很好。如果你今天不想要思考，你就去看说你衣服上什么颜色，你就可以配自信的这样子。对对，这个裤子不会透啊，我这样看是正常的。你们看会透吗？我们现场看，因为我们前面有一个很亮的光，对对，但基本上如果亮的光这样照过来不会透，其实你去太阳底下也不会透。对对，好，去换下一套。我这一件也很适合去度假，就是我觉得它就是有不同的穿法，如果你单穿的话就很适合，就是直接单穿一件，然后像你去泰国啊什么就可以单穿，然后下面搭凉鞋，然后如果是你把它你有腰带的话，你把它系起来的话就会比较就是正式一点点，就是平常的风格，然后或者是里面可以搭牛仔裤这样子，然后它的料子是滑面的舒服的缎面滑面这样子，然后它的那个领口是故意做这样开扣式的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它颜色配色很可爱，它就是有不同的这种，这是什么颜色啊？就是有一点那种酒红啊、墨绿色、粉色，我觉得它颜色就是很复古、很可爱，就是平常的话不会这么容易看到这种配色。然后它的袖子是做全长的，只是我把它拉起来这样子，就是这种全长的衣服我觉得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穿，然后你春夏穿其实它也不会到很热，你只要卷袖起来就好了，然后就是冬天穿的话你可能可以就是再加个外套什么都可以，然后它旁边是有做那个开叉的设计，然后我160穿起来就是到那个快要到那个38分吧，对，就是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身形限制，因为它其实是很宽松的。然后这个口袋是真的哦，你真的可以放零钱在这里，就是它是有口袋的，旁边没有口袋，正面是有两个口袋。我觉得这件颜色很可爱，对，我觉得它颜色很好看。对，然后我的鞋子跟帽子是旧的，是之前的了，就没有了。红米，你要哪一件？你要哪一件？帽子没有，是他们家之前旧的哦。现在帽子新的话就只有两款，就是小雨刚刚戴的那两款，就是这两个。我刚刚穿的鞋，然后都有两色，帽子只有这两款。我刚穿的鞋子不会磨脚，我觉得很舒服，很软的那种材质。好，那我去换下一套。然后我现在换的这一套就是比较乖宝宝风一点吧。乖宝宝。对，就是大家闺秀的那种感觉。然后跟男友妈妈吃饭。对对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它是比较可爱一点，然后它的上衣荷叶的地方是做绒布的那种材质，它是绒的，然后上面有一点点小小的蝴蝶结的感觉，然后是很大的领子，其实这种大的领子就会觉得显得那个脸会看起来小一点，就还蛮特别。然后我配上一个就是吊带裤，它是那种西装布料的材质，然后就是把那个它的细带就可以把它收在这里，就觉得这样一整套就很搭。国外可以买，国外是可以买的。对，但是你们要去 Facebook 的那个官网看。对，你们再询问私讯小编。然后它这件吊带裤它是西装布料的，然后它是做那种比较垂坠感觉，然后高腰的设计，所以其实穿起来会觉得腿看起来比较长一点点，就是因为它的高腰这边做了一个很宽的高腰的板子在上面，所以就觉得整体看起来比例很好。然后它的袖子的地方也是有做蓬蓬袖，缩口蓬蓬袖那种感觉。这个西装裤吊带西装裤有分尺寸吗？吊带西装裤没有分尺寸，这个没有分尺寸，我觉得这个可以穿到 M 号，我觉得穿到 M 号差不多。然后如果像你你如果也是跟我一样比较瘦的话，其实也蛮不挑身形的，因为它其实是靠这个带子绑，然后可以自己调整，你可以把绑得再短一点也可以，然后绑长一点也 OK， 就看自己。然后它穿起来就很像裙子的感觉，很
好看，可以搭，然后也可以搭我刚刚配的这一件雪纺的这个上衣，这样搭在里面很好看，因为我觉得它就可以把那个袋子把它卡在这个里面，然后就会觉得很像是一整套的，我觉得还蛮特别的。这件上衣我也蛮推荐，就是穿起来就是会有一点有气势的感觉，很可爱。对，对，它白色亮片真的比较看不出来，黑色比较明显。对，它其实白色跟黑色都有亮片，只是白色就比较不明显一点点。对，白色就是比较仙女一点的感觉。对，你可以搭这个，然后小帮手说也可以搭这个，这个是我觉得这件很可爱，我等一下要试穿。觉得这件可爱，而且它很软，它也可以搭这个，就是吊带裤，我觉得也很好看。我在荧幕上看起来，很像很想买的感觉，在看你，然后不能见面的观众。对，反正我觉得这个它也可以这样搭。嗯，对，其实它这个裤子还蛮百搭的，就因为它是黑色，对，它是黑色，然后西装布料，嗯、看你怎么搭，搭 T 恤可以就比较适合。对，然后我搭的那个。小跟鞋，它是有一点点微微的小跟鞋，是李允刚穿的，就它有包色的鞋子。对，哎，对，这个我现在穿这是38，对不对？对，37，37，哎，那我可能我要，那我是不是要穿36？因为你脚35啊。对，我脚35。看你，对，看你自己。对，我要穿。其实就是它至少要拿大一号，可是你如果是宽脚板，就要拿大一至两号。对，对，你自己。这个鞋子是两号，看。对，白色很基本啊，基本上都可以搭。然后黄色跟绿色就是韩国很流行那种。对，今年韩国很流行荧光色。对，然后它微微一点点小小的跟，走起路也不会觉得很累。嗯。鞋子要等很久吗？现在要预购哦。要预购。要预购。对。等很久这种问题呢，就是你越早下标，越早收到。对。对，都是这样的。对。对。你不能等到时候你要买的时候才下标，那你那时候就穿不到。就像你们刚刚一直要问我们的帽子或什么什么之类，那都是之前，然后也是就是你那时候没有买，可能现在断货就没有了。对对啊，好，好的东西都是要等待。好，那你们看我现在穿的这一整套，它是T 恤跟这个吊带裤是一套的，所以。我觉得很划算，它是一整套卖，然后它两件是真的可以分开穿，它就是里面就是一件真的黑色的 T 恤，然后是有一点微透风那种 T 恤，我觉得夏天很好搭，就是你随便搭的牛仔裤都很好看，就是等于它这件吊带裤送你一件内搭的 T 恤，然后那吊带裤我觉得超可爱的，它是就是高怎么讲，它就是有一点像那种。什么尿布裤的那种感觉，低档裤，哦，低档裤，小天刚超惊讶，然后我在讲什么东西，就是被我们讲的卖不出去，没有，可是就是哦，对，档很低，档很低，对，低档裤，低档裤，然后就是好害怕哦，但你们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就是你知道，对，然后就是它没有一样没有身形限制，因为它就是很宽松这样子。然后前面这边的话，就是你如果可以，你可以把它缩紧一点，就会有不同的设计。你把它缩紧一点的话，就会就是更紧。本来是要做缩腰的没，你就可以自己绑啊，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啊，看你要绑多久。看你要绑多久。我觉得好热哦，你们冷气很不强哎。是因为我们在挑嘛，然后它的那个。后面是可以调的，后面可以调节它的那个长度，所以你是更高或更娇小的，你都可以在就是自己调这样子。可是如果是你更高的，你把它调低一点的话，它就这件吊带裤就会有点像那个高腰裤的感觉，就是它打就会变这样子，就会有点像高腰裤，就比较不像吊带裤，对不对？对对。然后如果是娇小一点的女生，就会变成真的吊带裤的感觉，穿高这样子。对，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吧？其实它就是。两穿对的感觉，你可以真的变吊带裤，然后也可以变高腰裤的感觉，这样子。而且这件真的超划算，它里面是附这件那个 T 恤。哦， T 恤是对，它是一套的，所以就是很可爱。对啊，你也可以，就是你不想搭这个的话，你一样可以里面可能换那种衬衫啊或什么，就会比较 lady 女生的风格。
个这样子。好哟，哟，我赶快下去好了，不要乱讲。好，现在换了这一件也是比较小女人的那种风格，然后它上衣是那种正红色，一样也是雪纺材质，然后也是 Urus 家很多的，就是那种点点。对，就是他们很多点点的东西，然后这件也是，然后它一样也是做那种没有领子设计的 V 领，然后大大的荷叶边就很可爱，然后配上就是新款的一个有一点点微微微微喇叭的那个九分裤，然后它这个裤子有分尺寸，有 S 到 S， 你说 S 到 L 吗？ S 到 L。有 S 到 L 三个尺寸，对。然后我觉得红色就是很适合配那个黄色的鞋，对，牛仔跟黄色的鞋，就是我觉得这样搭起来就还蛮对，很可爱，很时髦。所以其实你不用担心说像这种颜色比较高彩度的那种鞋子或上衣不好。我觉得听到你那个厉害的词汇，高彩度。对。拼接这样子，然后一样做开领的感觉，然后它一样是做长袖的，就是我刚刚讲，就是这种衬衫，就是你春夏穿就是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你拉起来就可以了，然后而且它的材质是蛮透气的那一种，是薄料的，然后它是做三种那个材质的拼接，它上面直纹的这个是那个衬衫布，然后这是镂空的那个蕾丝雕花布，然后。下面这里是滑面的雪纺布料，三种不同的材质拼接的，然后后面是这样子，下面是整片的蕾丝，然后上面是做雪纺布这样子，
蛮特别的一件，就是异材质拼接，然后它侧面一样有做微微开叉这样子，宽松的，这个一样没有身形限制，就是 S M L 都可以穿，它是 free size 这样。好，我都穿一件事就比较好介绍，你都要讲很久。拜拜，我都是分开的。对，哦，这样好像还没有穿到洋装类的，洋装其实就是我在穿的。对。对，好，现在身上这一套是稍微比较休闲一点点的风格，就是它是休闲风的，然后它还有一点点就是特色的地方，上衣的地方是它 V 领的地方，它有做小小的蕾丝的设计在前面，然后它可以拉斜肩，就是会觉得露出锁骨的地方，就还蛮好看的。然后前面也是那种就是字母 T。然后它的袖子的地方是做七分袖，就可以遮住你的那个手臂，就露出锁骨比较瘦的地方。然后搭配的一个裤子，这件裤子我觉得它的版型还蛮特别的，对，它是有点像那种那个叫做什么 AB 裤 AB 裤吗？这个很宽的，有点旧 AB， 它就是 AB 裤，高腰的宽宽的 AB， 对，就是我觉得很好看，这是很可爱。对，然后我第一套介绍的那个牛仔外套就是很港式哦，对，就是港风的那种裤子，他们很喜欢穿这种感觉的裤子。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在它的前面有做这三个扣子，然后颜色是属于那种比较深一点的蓝色，然后是属于我觉得它的感觉是比较没有那种刷色设计的那种牛仔布料，然后它也不会偏，就是也不会太厚，我觉得它稍微是薄一点点牛仔布料，所以在夏天穿的话也不会太热。然后这种裤子其实我觉得很适合搭配这种就是高跟的鞋子，就会觉得你的脚踝的地方显得很瘦，对，然后比例会很好，因为它也是很高腰的设计，我觉得很好看。飞鼠裤，我妈说是飞鼠裤，是吗？飞鼠裤又比 AB 裤更旧化的那个形容词。飞鼠裤是棉的，然后下面有很大一条。没有啊，飞鼠裤是那个前面，对对对，就有点像你刚才尿布的感觉。对，对对对，不是飞鼠裤，不是飞鼠裤，另外说不是飞鼠裤。对，就很好看。然后下摆的话，我就是裤管的地方就折两折，让它有点就是它其实下摆就是有点稍微再缩一点点。对，穿起来的话，我觉得会觉得比例很好，就还蛮修饰腿型。如果你的大腿小腿就是比较没有自信的话，其实我觉得很适合穿这种裤子，就露出你的腰比较细的地方，然后会觉得你的那个腰就是看起来特别的细，对，因为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你的脚有多粗。对，很好看。上衣有黑色，然后我的上衣还有黑色的，黑色，然后它的蕾丝是那种睫毛蕾丝，看衣服有多长，不用拉出来，直接看这件。对，穿起来的话大概这样子。其实娇小女生可以单穿，可以单穿。对，娇小的话单穿是 OK， 可以刚好盖住屁股。嗯，对。就可以搭花裙。然后黑色的话可以搭这个花花的裙子，就它是比较那种复古的花卉图案。嗯。对。它是有点像那种油画感觉的那种画。就还蛮特别的，然后它颜色就是蛮亮的，然后配上黑色的上衣，就觉得为什么大家都要问你腿长？我不知道哎、欸，问腿长干嘛？其实要问身高吧。我是157，对对，然后因为它高腰，所以就会觉得你整体看起来腿比较长。对，然后这种裤子的话，我建议就是一定你要把衣服扎进去，这样比较好看。也可以搭那个裤子，然后我的裤子也可以搭这个，色对，红色就是很适合，任何牛仔的布料、对，就很好看。然后跟这个鞋子有搭搭，对，有红色烘焙这样子，很好看。这是我刚刚穿的那一件点点的雪纺裙。OK， 我还有吗？有，好，我去换。哎，这是你刚刚穿的那件裤子吗？对，这件裤子。哦，对，我刚刚穿的。好，我换了一件 T 恤，然后我先讲 T 恤，它这个 T 恤蛮可爱，就是它上面是做木马，这种小朋友在做那种摇摇木马，
很可爱。然后我突然又有双下巴。然后上面还有就是拼一点亮片跟星星，我觉得这件很可爱。它是独角兽吗？它是木马跟独角兽拼在一起这样子，然后它有做亮片的拼接跟星星，我觉得很可爱。然后后面是素的这样子，但上衣只有一色对不对？一色，上衣只有一色，所以它上面做这个黑色，然后上面有做亮片，我觉得就是蛮特别的，就是比较显示它的亮片这样子。哎呦，好可爱！这里还有一丝，就是木马加，对，这个是刺绣的，所以我觉得质感还不错。它是做刺绣，不是压印的。然后，因为有一些压印的 T 恤，你可能就是做黑色的话，怕它会染色，但这个是做刺绣，所以就不会染色。然后，裤子的话是刚小雨有穿，就是我觉得它下摆是就是，它不是很贴的那种喇叭裤，它就是这里是微宽，然后下面这样子宽下去，有点像宽裤的。对嘛？对，它是下面有一点喇叭的那一种，然后就是我觉得蛮适合就是亚洲女生，因为亚洲女生其实不太敢穿很贴的喇叭裤，你就可以穿这种，然后而且它也是中高腰的，就是它是有过耳肚脐的，就是穿起来一样比例会蛮好的。然后鞋子就是我刚刚有穿过这个跟鞋跟拖鞋。我很喜欢的，要包色，而且这个拖鞋超便宜，这个拖鞋才680，是吗？是680，我刚没看错的话。这一定要包色，小编是50，不是吗？1060，真的假的？哦，不好意思，1060。那我刚刚看到那个680是什么？另外一双。哦，另外一双才680，是不是？对。平的那个。这个才是680，超软，看错，这个很软。其他的两个风格就是一样，都是尖头，但是风格不一样。这就是比较休闲，然后这个是比较 lady 一点，所以这才是680。然后我身上的是1080，对。但是1080还是要保色，1060啊，一直讲一零六，对。还有，你可以搭这个，这样子比较不同的风格，这样比较休闲，对。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微微的正式一点点，对。然后这个比较特别，这样其实都可以搭，因为 T 恤就是很好搭，不管搭什么都可以，对，也可以搭吊带裤，嗯，好哦，你这是最后，我没有， yeah. 不好意思，好突然哦，好，然后我身上这一套，它是属于我觉得有点度假的感觉嘛，嗯，对，上衣是属于有点度假的那种花。然后也是雪纺材质，然后它很特别的是，它前面是做比较短，然后后面是这样长长的，可扎可不扎，对，它是有点双层的感觉，就还蛮特别的。然后还可以当外套，对，也可以当罩衫，然后可以扎前面一点点，就比较有层次的感觉。嗯，这套也很好看，这套还蛮特别的，对，就是他们家衣服就是属于特别一点点，然后不规则，对，有点不规则。然后裙子的话是那种香槟色，然后有点皱皱的，就是我觉得很好看，看起来就是。质感很好，嗯，对，然后这样内衬在里面就还蛮漂亮面的，对，它是属于缎面的，然后微微的光泽，嗯，很好看。然后我剩一分多钟，好，对，然后鞋子就是刚刚那个淋雨的包色的，就是我买的同一款，对，只是白色就是很好搭配，如果你比较怕搭配会出错的话，你就选白色，嗯，对，然后它的跟穿起来就是不会很累，平常穿都 OK 的，嗯。然后我身上的这个罩衫，它也可以搭配裤装，就是你可以前面扎进去，嗯，然后露出后面那种感觉，就是比较有点会飘的那种感觉。你也可以里面搭小可爱，然后把这件当罩衫，对，也可以，对，就很好看，就是搭这种牛仔裤也 OK。这件衬衫蛮可爱的。然后我再跟你们，我 IG 的那个。说就是你们如果想要抽奖的话，就是到 Yuri's 的粉丝专页，然后到下个礼拜二，我们还会再加码抽出，就是5名100块钱购物金。嗯，对，你们现在只剩下一分钟，可以去，对，可以去他们的粉丝专页留言就可以抽，剩一秒，对，可以抽衣服，对，下礼拜二之前可以抽100元购物金。拜拜。